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默契就是不好，尤其是感情。那么一起来欢迎我们动力火车，还有志玲、邱心来了。事发现场，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，好久不见，耶，好久不见。生活发疯，忙疯成一片风霜，把我们磨成这副模样，好久。刚刚见面没有多久了，两位巨星有来我的节目，去录他的节目，真的吗？就是也来一起来画画。话说露露，刚刚听这个歌哦，我们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歌，它真的是你们改变了，改变，我们改变了，你们改变了，因为那个唱功那个感觉细腻度是不一样。今天陪我们好不好？今天不能唱两首歌就走了。第一题就是他们就让他来处理哦，然后他们是什么？就出完题目你们就写板题了啊。对，好，准备，请出题。太熟了这个歌，听到前奏。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向你的妩媚。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的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而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，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？哦，谁会在意？写下来，接着下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二四六七个，谁会在意？哦，谁会在意？谁会在意？星星星星星星星。好好，哎，先别举枪，放了，放下来，放下，别被看到，别看到，先别被看，不能给他看。喝茶喝咖啡，还是空姐来一下？喂，你才没礼貌。枕头不行啦，要枕头，空姐来一下。哦，那可以，那不行吗？可以，讲清楚，讲清楚。还是要 coffee tea or 空姐来一下。
请举牌。怎么样？好，下一句怎么唱？谁会在意？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等一下，哪里念书的啊？擦肩而过，没关系啦，只差一点点，没关系的啦。好，那个擦肩而过，擦肩而过，差很多哎。好，差很多。接着下来这一道题目，大家特别注意的，一样是写板题，把你的答案写下来，请出题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吗？哦，是的。哎，我要，可以等一下吗？你要做，不是，你下次又点错了。你们只有两个团员，有一个出来，有一个坐坐在那边，他也不叫你，他就让你出糗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默契就是不好。尤其是感情。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两个人离谱到什么地步了？有一次主持他们的校园演唱会，好欢迎动力火车，然后一个从这边走出来嘛，我印象中是没错。是那个志玲走出来啊，这一篇是邱星大小百合，不是我是啦，搞错团体了，差太多，那时候还对自己的名字不熟，不熟，对，那时候动力火车，哎，是我们吗？哦，好了，这一题不是你们啦，不是我们，坐着就好了，坐下休息，take a rest， 太紧张，很久没有录影了，对对，不用那么紧绷了。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来。在不是丛林中，这个不会。追逐野鸭被追逐，你是要前进，你是要逃避。哦，太红太红了。啊，浓妆摇滚什么？一共杀那一边那位哪里念哪里哪哪一首学校？还要写八方的路啊，气节在。我的八方云子啊，走八方的路就这样。好，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，大家拿起麦克风一起来大合唱。就这样，我喜欢走八方的路，就这样，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，我重复同样的错误。这个是张国荣的，张国荣哥哥。那这一首歌很有名的是他电吉他 solo。哎呦，对啊，是吗？你 solo？ 是啊，很奇怪，我这个拒绝在场，我的音乐人，你们怀疑我啊？哎，可是他们这个时候有志一同嘞，说是吗？是吗？默契很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吉他手，这一首歌的吉他是不是很有名？来，阿咪老师，来拒绝再玩间奏给他们听一下。来。不好意思，太年轻了。没关系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为什么我特别要挑出来讲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高中演唱会，我有唱这一首。哦，你有说。